real fake 跟你都没有关系，李华哥，我 Eddie 没有承认你讲的话，你冲都不是，你毛都不是，李华哥啊，我 Eddie 卖的衣服啊，轮不到你讲真假啊，好不好？轮不到你讲真假啊，好不好？知道 blowing out someone else's candle 啊 ，won't make mine shine any brighter。我就算现在全新加坡只有我 Eddie 一个人在做，又怎么样？我 Eddie 就可以赚现在的十倍吗？也不会。你懂你在讲什么东西吗？像 iPhone 是 American brand， 一定要 made in America 啊，小姐，你明白你的道理吗？然后我们还讲 OK， 如果你真的 uncomfortable 的话， so sorry for the uncomfortable purchase， 让我们 make payment 啦，对不对？不要 OK， 不要。我觉得既然他是相信 Eric 的，他是跟 Eric 买的，我就讲说不用紧，我打给你啦，我跟你解释啦，好不好？他还讲 no need for what， only call to deny啊，他还跟我讲他在别的 station 买别的 station 的 ADRV 全部真的。 Sister 你在吗？我现在给你看我100件 ADRV， 我全部 scrap 出来，我全部180件 ADRV 全部也是真的。你不要用那种没有电的 live station 来 compare with 我啦，小姐 Jen 啊， Jen Chen， 不要用一个 lower quality than 我的来跟我 compare， 这个是一个 insult， Jen Chen。你要你拿一个比我厉害的来跟我比，你不要拿一个比我低的比啦。我每天300多个人，你拿另外一个 station 来跟我比，小姐啊，你懂你在讲什么吗？这件今晚要的45打加一，要 support 的这件要的45 plus one。Sister Jensen， 你睁大眼睛看几个人要 support 我，这件要的45 plus one。SL 的来 BDB 出来 45 都不要，现在我要亏钱卖，要的 40 plus 1，这件愿意 support 我的 comment 40 plus 1，这件我现在亏钱卖，小姐10块买得到的话，你买10件给我啦，你买10件给我啦，要的 40 plus 1啦，你看我 Eddie 讲乱卖好不好，10块买得到，你买10件给我来，不用 45， Sister SD 你帮我改 40 plus 1啦， Sister Jensen 假的，这样多人买啊，你是侮辱我还是侮辱他们？其实真诚45全部不用要的40 plus 1，其实 SD 拿到好不好？好不好？你拿一个